澳门娱乐大亨周周华与太太陈慧玲以及小三刘碧丽这一对组合曝光率比不少当红小生花旦都要高。周周华近日又飞到英国陪伴刘碧丽，周周华与刘碧丽像普通夫妻那样一起逛街购物。此前有传刘碧丽已经怀上第三胎，但有路人表示她通过安检的时候脱去外套只穿小背心，腹部平坦，一点都不像孕妇。看来孕妇一事只是误传。甚至有媒体报道，之前周周华与松岗李娜传出绯闻，为了哄回刘碧丽，她在自己的手臂内侧纹了一行英文。而今年六月，周周华却在澳门斥资超过3亿港元买了一间豪宅送给太太陈慧玲，准备明年一家人搬过去住。看来无论是小三刘碧丽还是周太太陈慧玲，周周华似乎都不想放弃。